歡迎大家收睇第二個環節。Hello 姐姐，啱啱我哋帶出方法。其實咧，我覺得有方法，有人帶咧，其實真係唔係問題㗎啦。啱唔啱咧？都要睇好多環境因素，我諗。係。啊，咁呢個環境因素第一樣嘢就係你父母有陣時啲情緒，我諗佢都有啲影響。係咯。因為我哋唔係聖人啦，即係講真句，冇可能真係冇情緒嘅。尤其是而家喺各樣嘅經濟啊、社會啊、環境啊，或者係即係對於小朋友嗰個渴望嘅成就啊，都會形成咗家長咧好多好多嘅壓力，不單單係爸爸定媽媽，係咪？咁點樣可以有方法呢？嗱，你頭先我哋曾經試過有一集啦，都講點樣留意小朋友，但有時真係好留心嘅咯喎，好察覺嘅咯喎，佢認為家長認為。但是怎樣可以在平時可能認為很留心、認為很察覺的時候都做多些事呢、令到灌輸一些可能新教裡面的事讓小朋友抗疫到這個問題呢？是嗱，講個例子俾你聽，又係例子啦。咁、我咧就去即係有教啲誒實用啲嘅輔導學嘅。咁我有我諗一班學生入邊咧都有四五個媽媽喺度。咁咧佢我嗰日咧同佢哋傾偈，我話其實你哋上咗幾課之後咧，你哋覺得點？佢話咧其實阿 Sir 好簡單，我上完你嗰幾課咧，我發覺我 EQ 提升。佢話 EQ 提升咗有乜好處咧、？EQ 提升咗咧，我翻到去咧，翻到去同個仔女傾偈嗰陣時咧、我有耐性同佢傾，我冇咁易咧發脾氣。佢仲有一樣咧，帶出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佢嗰個佢話只要佢個情況係即係媽媽嘅情況係穩定或者係平靜咧，成個屋企嘅氣氛唔同咗。嗰個仔嗰個女咧有事咧，佢會主動過嚟同你傾偈。咦，我有一個啱啱叮一叮有一個問題又想問啦，Harrison， 你認唔認同咧？其實咧嗱。當然咧，個家庭裡面有爸爸媽媽有孩子先成為一個家庭啦。如果兩夫妻都是一個家庭，不過是一個更完整的家庭，有小朋友。咁其實咧喺聖經裏面我曾經睇過咧，其實婦人喺當中家庭嘅角色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喎。原來佢喺裏面嘅時候咧，如果當你係一個懂得處理一個成個家庭嘅情緒運作啊，你係會俾到小朋友帶出佢將來嘅正面嘅信息咧，係影響得反而係爸爸嘅。點解咧？因為嗱。你我諗即係咁講，爸爸媽媽都可以有影響嘅嚇，佢哋兩個都可以影響啲小朋友，因為佢係身教嘛。哦，原來咧爸爸咧對住一件咧好困難嘅事咧，原來爸爸有個解難能力嘅喎。原來佢唔係用情緒嚟行先喎。一件事發生咗，爸爸第一樣嘢，我哋坐低諗諗先。諗完之後，佢即刻有個實行嘅方法。俾一班即係俾小朋友學習。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我諗係一個新教啦。咁所以咧，其實咧，爸爸媽媽個角色咧咁重要就咁解。其實牽引到咩咧？兩夫婦嘅關係咯。如果你兩夫婦嘅關係咧，嗱，每一大家即係咁講，一翻到屋企，哇，好和睦嘅。咁你又個小朋友學咗啲乜嘢？和睦。和睦咯。如果你翻到去咧，好緊張嘅啊！你呢樣唔滿意你啊？哎呀，點解你唔抹地啊？啊，點解你唔？點解你成地頭髮唔掃啊？嚇呢啲嘢咧，佢哋咧就會開始有啲爭拗啦。尖酸點解唔係你做啊？喂，呢嘢你啊嘛，我話唔使揾食啊。有似有啲嘢，佢哋講緊我啊。跟住媽咪啊，喂，我唔使揾食啊。但係喂，男主內女主外，嗱呢啲就係一啲咧情緒咧，父母嘅情緒咧。直接影響個小朋友，點解為一啲頭髮都要嘈咧？點解你哋為拖即係掃地你都要嘈？雞毛蒜皮嘅就咪咯。所以你諗下嗱，如果你諗下兩個嘅唔同嘅即係家庭嘅環境啊，處理方法唔同咧，其實咧小朋友就會
跟住去學嘅。咦，我又啱啱想帶出一樣嘢啦，有時咧可能咧爸爸或者媽媽啦，知道可能同孩子啊都有一啲嘅特別嘅大家嘅關係噶嘛，可能咧可能小朋友某一啲係中意爸爸多啲嘅，佢哋自己都會俾你表現到嘅，係嘛？咁嘅時候咧，可能有時舉例個爸爸知道個仔同佢關係好似都啱啱先建立翻少少啦，佢又唔想去多一個語言嘅時候咧。變相俾佢誤解咗啊！咁好多時候推個老婆，喂，你同佢講啦，佢做嗰樣嘢啦。咁好多時候咧，就做咗呢個動作。咁又你認為咁樣係咪好咧？定還是咦佢冇面對到？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溝通嘅方法叫佢做，係咪反而令到個小朋友對你更加改觀咧？因為咁講嘅兩個方法都得。哦，OK。係嘛？但係都係同一樣嘢啫嘛，嗰個溝通模式。講真啦，細路仔好得意嘅，去到一個年紀咧，佢就會有一個角色嘅，好似十二歲到啦，咁佢會揾佢自己嘅角色，佢係男性嘅男性啦，女性嘅女性咧，佢就會學習自己即係爸爸或者媽媽嘅嘢。咁嗰陣時咧，個小朋友同個爸爸即係同性嘅同性別嘅即係嘅人咧，佢就會特別可能會 close 一啲。咁係用呢個方法啊。如果你話媽咪唔想出聲，話個仔嘅爸爸話都好嘅，係咪？譬如有啲性教育嘅，講真，你去到十二歲，你要都同佢講一啲性教育嘅話，媽咪同阿女講嘅好啲啦，爸爸同個仔講嘅好啲啦，嚇。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但係如果你可以直接同佢講，都未嘗不好。啱啱咧，我突然間又諗起好多嘅 case 嘅，咁我覺得我哋去帶出問一問 Harrison 先。Harrison， 如果今日有一個嘅案例就係咧個小朋友啦，佢本身嚟講，媽媽俾咗一個嘅錢佢啊，咁啊咧去睇醫生啦，俾咗錢佢咧，咁啊俾咗500蚊紙佢，咁當時媽媽因為唔想去去逼佢做一啲佢想做佢個動作嘅，就譬如攞咗個錢，個小朋友好簡單，就揸住嚿錢就袋咗落個袋度，咁咧就叫佢睇醫生。咁媽媽咧就見到佢咁樣做法嘅時候，就不如咁樣啦，你會唔會將嗰500蚊紙先擺咗屋企，不如你放咗翻學翻嚟先至睇醫生啦？因為媽媽帶出個擔心就係、是、哇，你嗰500蚊紙你有冇擺到銀包，有冇又咁揸落袋？但係媽媽覺得都想俾翻一個尊重佢啊，佢做咗個動作啊嘛。你擺落銀包啦，咁佢又唔想咁樣做法，咁佢就相信咗佢做呢個動作。但係半個鐘頭之後咧，個仔翻嚟同佢講一句話：媽咪，我未帶錢落去。咁媽媽就吓，冇理由喎，我明明俾咗500蚊你，我見到你揸住咗喺個袋度嘅，唔係我揾唔到喎，我問咗嗰個掌櫃，佢話冇收到錢。哦，咁樣啊，相信你已經係唔見咗啦。咁你認為個媽媽應該大發雷霆好啊，定還是另外一個説話正常大發雷霆？因為講起一個家長攞住一張500蚊，個小朋友唔見咗。咁但係你覺得個家長應該點樣處理方法為之最好咧？我想問你。嗱，我諗咧呢500蚊唔見咧都有啲原因嘅。有陣時咧即係跌嘅，有陣時咧就可能係即係小朋友有啲特別嘅諗法，咁咧佢就處理咗。但係我諗呢樣嘢啦，首先咧帶出一個價值觀。如果你依500蚊睇得好重咧，一定要去即係覺得哇500蚊，嚇500蚊，500蚊，咁咧你就會個出發點就會去話佢。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知個原因咧，可以咧同佢傾翻呢件事。係嘛？即係佢雖然係嗱，你唔好理佢啦，冇記性啊，跌咗啊嚇。其實咧，你之後嘅檢討而帶唔帶你嗰啲憤怒咧，咁係會好啲嘅。咁我又講一個結果俾你聽好嗎？好啊。其實咧係多謝 Harrison 嘅，點解咧？其實個事件就發生喺我個仔身上㗎。咁我喺 Harrison 身上，我哋都有好多嘅溝通啊。事實上真係帶俾我有好多嘅智慧上面嘅，真係喺依方面嘅對處理小朋友，我就好得意就話：咦，唔見咗500蚊啊，幾好喎！啊，如果依500蚊咧～可以為你帶來你將來時間咧好細微嘅嘢咧，能夠可以好識得去帶到呢個嘅提點到自己，或者係識得去咧反思，唔好話反思啦，應該係可以係建立到你自己對每一樣嘢嗰種嘅留意嘅話咧，真係呢個課程抵到不得了，因為你嘅人生將會非常非常之美好。跟住我仔話唔係啦，你俾我揾啦，我真係唔使揾啊，你相信我，因為我當時係見到你揸住嗰500蚊袋落個袋度，跟住行出個門口度，肯定唔會喺個屋企度啦。但我覺得真係好值嘅，信我啦。好值啊仔，你再攞錢去睇醫生啦，我就完咗啦。咁其實咧，當時咧佢就好莫名其妙啦，但係跟住佢就當然自己會有唔開心，佢反而自己唔開心，唔係我哋責備佢唔開心，反而覺得，唉，但係嗰大嗱嗱500蚊唔見咗，媽媽咁講，我真係冇所謂。
doesn't matter， 由佢啦。你睇個醫生1000蚊，值到不得了，因為呢個係你將來嘅成就嚟嘅。咁呢個就真係我喺 Harrison 身上學到嘅，因為佢帶動俾我哋知道咧，點解我帶出個故事出嚟咧？因為其實 Harrison 啱啱講得好啱，我睇個價值，我唔係睇嗰噔噔嗰500蚊嗰張紙嘅價值，係佢真係人生裡面咧，其實人嘅小朋友真係有好多好烏龍嘅嘢，你唔可以話佢冇忙亂，人都有忙亂。但佢忙亂之中裡面，你俾裡面當中究竟係雜碼，定還是係前面嘅方向咧？冇錯，即係你諗下，即係你啱啦，呢500蚊佢又可能而家已經唔同咗啦。佢喺處事啊、謹慎啊各方面咧，佢會或者係思維上會諗多啲，更加珍惜嗰個錢啊。嗱，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無形中嘅生活教育嚟嘅喎，係嘛？呢、這個都係父母嘅身教咯，係嘛？雖然你冇鬧佢，但係佢原來自己有已經反思，佢覺得原來真係自己好大意嘅，咁、所以咧。呢、這個係咪同抗逆能力有關係咧？係，我相信係㗎啦，因為我坦白講啊，當大家我諗大家都係家長睇到啲報紙咧，嗰種嘅反應出嚟啊，其實反而係一個恐懼。係啊，冇錯。所以你諗下，其實如果我哋嗰一刻我哋叫做咩啊，即係我哋自己真係有時間靜一靜，諗下成件事咧、其實咧，我諗個個都做到，個個家長都做到，一定。因為每一個家長都希望佢個小朋友好嘛。不過我哋用咩方法令到佢接受你個睇法？呢個咧，我諗呢個就係功課。哇！正如頭先你啱啱講啦，各位家長去上完咗個課堂同小朋友，其實佢自己增長咗啊。因為其實冇人冇，因為其實抗逆能力咧，肯定坦白講啊，以前係冇得教嘅。真係打到趴喺街度咧，自己咧係自己修補嚟去抗逆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嘅年代咧，小朋友真係你話係好想有呢個打咧，其實係好少嘅。但係都唔鼓勵嘅。但係點反倒嚟講，忙碌係忙卻咗俾小朋友個抗逆能力嘅補充啊，叫做係令到佢唔能夠有秘笈去做一件事。所以我咧就時都同啲朋友講話，哇，好簡單啊！其實你咧，你想佢咧有呢個抗逆能力，你俾佢多啲思維。我呢個思維同反省咧，佢就係能夠幫助佢咧建立佢個抗逆能力。但係 Harrison 而家咧好多時外界嘅資訊啊，影響到個小朋友。頭先啱啱講咗啦，就係點解識得報警呢啲嘢？因為睇報紙、聽新聞有講，你有個小朋友拉咗報警，拉咗個阿媽定阿爸，佢案件就爆出嚟啦喺電視。咁而家社會嘅文化，我哋都有提過嘅，之前就係、影響性喺個小朋友嘅思維上面咧、偏向咗。所以其實做父母咧好簡單啫。我啲朋友都講啦，即係其實原來咧佢做咗一啲嘢咧，個仔女係學緊。我同佢傾翻嗰陣時候，佢話我個仔已經好堅持嘅，堅持到一個位，佢覺得極端。我話究竟你極端啲定你先生極端啲？啊，唔係喎，我同我先生都極端。因為你諗下，其實呢個身教就係咩咧？如果你個抗逆，即係多啲去睇一啲嘅新聞，多啲去同佢討論，多啲咧去。見即係有啲事情咧，你係唔好即係唔講咯，即係你覺得哇，中國人唔好講啲衰嘢。咁其實呢樣嘢咧，已經係我諗係令到個小朋友嗰少咗個學習機會。咦？咁我想問啦，報喜不報憂呢一樣嘢，其實因為當然啦，家長其實有佢自己可能喺工作上各樣嘅難處啊，或者各樣嘅面對。在小朋友身上的時候，大家我哋都會鼓勵開家庭會議啊，大家傾偈啊。如果可以喺個飯餘嘅時候啊。休息的時候啊，可以呢個係鞏固家庭裡面嗰個關係。其實究竟報喜不報憂呢一樣嘢，喺大人嚟講，可能都會面對壓力嘅時候，呢、這個憂慮嘅時候，應唔應該就去同小朋友用一個身教嘅情況去傾談咧？又應唔應該時候帶出一啲、可能佢都已經好煩嘅咯喎女，但係咧或者讀書好壓力好大嘅咯，但係可能當中突然間體恤唔到佢啊，嗰、那個嘅爆炸能力，即係自己抗逆能力自己都會有問題出現嘅時候，嗰、那個憂慮嘅時候，又應唔應該？坦誠話俾個小朋友聽啦，下一個環節究竟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家庭裡面真係去面對真係一家人嘅時候嗰、那個通路咧？下一個環節我哋再講。經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讚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